我们现在呢就来试看看这个 Google 新版地图的这个录制哈、哦。好，一样的录好了。如果你不希望这个，你可以把它勾掉。另外，如果你不希望，我们刚刚在看这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录的时候，它都会帮你加上那个什么正确不正确啊那些提示。假设你今天不希望看到那个，其实也可以拿掉呢，在这里。这里有一个叫做应该是注解吧，啊，这注解这里，滑鼠的有没有互动的？添加什么注释和互动到键盘事件，你也可以把这些互动都把它拿掉，有没有正确不正确这些提示你都可以拿掉，这样了解哈、哦。如果你不需要有太多干扰的话哈，那我现在就先还是照预设值好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事实上 Google 地图真的不一样的。只是呢，预设的话，是没有直接变。你一般我们进来是都看到这种地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从左手边这边去取得新版的 Google 地图，好，取得新版 Google 地图，那按了之后会变成像这样。要不要开始探索？随便你。好，我们就先按关闭。好，认识新的电脑版。我的应该已经有了，看一下。好，有没有发现真的好像不一样了？对哈、哦，因为它把地图变得再更大一点点，好，更大。那么以我们这边来讲的话，好，移过去，点到它，马上找到这个没有问题。哎，马上找到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路线规划跑到这里来了？而且下面会直接出现什么相关的照片哈、哦？相关照片。而且呢，你在这边，它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什么？在这里哈、哦，你这里可以打开。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那个 Google 旧版的，它有一个那个看叫做街景的那个小人，有没有？可是你觉得要有时候要对到某一个位置方不方便？其实有些时候不太好对哦，就是我就要看哪个方向，可是那个方向好像就不太好调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现在呢，你把我们学校这边你看相关的有没有发现？滑过去，它告诉你这在哪里，这条线有没有指出啊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指到这边好，我就要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点过去有没有直接就接紧了？这样你了解了哈，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哈。那他探索的这一块呢，一样，他一样可以像这样滑动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，如果说在我们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资料，它也会类似像我们刚刚知识图谱一样，它要整理在下面，好，整理在下面。所以这个是跟我们之前比较不同的。那你做路线规划的时候，这里一样，你看到像故宫六路。有没有？他规划的时候，这个时间是都不同。哎，因为像我昨天有去务工六路，在务工那边哈、哦，那像这样子，哎，它下面呢一样会把这些把它标示出来。那么你在做放大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这边做放大，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切换到什么，像这个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不是有这个吗？好，那现在你要看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像这种是上视图，由上往下看，那你也可以。以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Google 地球啊？如果你有用过 Google 地球的话，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角度的，有一个倾斜角。那有时候有些人不太会用那个，用就是。我们知道刚刚有讲到一个那个街景叫小人，对不对？那上面原本这边不是也有一个，就是那个像这个指针啊、指南针啊，然后就有一个这样倾斜角度的、啊，那个也是很多人不太会调，所以他现在把这个做比较简单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自动有一个，他觉得比较好的 view， 所以你就按一下，这样了解了吧？因为有些人不太会调那个角度，好，所以他现在就把这个，哎，我就做的比较怎样？比较容易一点，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？好，这样看起来比较 smart 一点嘛。你看，
是不是效果就好一点了？好，所以这个是主要的改变。虽然说改变看起来没有说非常大啊，但是基本的功能是一样，只是说在操作的界面上让你会比较简便一点点啊。不过有一个地方我是觉得还不是很方便，就是原本我都蛮习惯用我的地图、我的地点那一种，因为我有资料放在上面。好，那现在要找比较麻烦，要从这里来找。以前是直接从上面这边，有没有我的地点？这个以前做这一块是比较容易的。哦，好 ，OK。那这一段我就先录到这边哦，结束是按 end， 对不对？好，好，现在一样进来了，好，一样这样进来了。好，所以如果说哎，你发现我现在讲的这个过程，哎，前面我、哦、因为我们是直接一开始就录影嘛，所以一开始这个画面，那万一你这个不够，请问你 PowerPoint 不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插入空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你看幻灯片。插入一张空白的幻灯片，把它拉到前面来，你可以加上你的标题，有看到的哈。其实这个应该我不用讲太多，因为你都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你就可以试看，当然也可以插入图片，好做说明。好，那这整个的时间，你也可以就是在做往后退都可以哈。好，那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如果你在这边你还想插入视讯的，它也可以加入进来哦。可以把物件插入进来，好，你看这边，你可以重新录制，也可以插入图片，那也可以把你 PowerPoint 的地方的档案把它叫进来哈。我们先从这边进来吧，哈。哎，我插入一个视讯在这里，这边，右手边这里，好，声音跟视讯。所以如果说你有某一个，比如说，哎，老师可能你有需要讲解的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啊，你有先抓下来了。你也可以从这边就直接把视讯从这边扎进来，这样您大概了解那个意思了哦。OK， 所以这个部分就请您试看看，等一下我们来看 PowerPoint 会直接把它汇进来。